咖啡会委托资深金融员简俊欣，来做客家流行金融产业调查结果。调查时间对2020年到2021年，针对40届客家歌手同10间金融产业相关业者来做访问调查。今年报告头一摆发表，咖啡会未希望透过案例，浅出涵盖到客家流行金融界发展线。每套金融市场风潜出全新界天会同方向。当中呢，你这首歌其中嘉界歌手刘英娥十年工作者强下关心客家流行音乐十年刘凤强，还会回针对客家流行音乐十年来做调查，头一摆公布调查结果，发现客家音乐作品2020年实体界人数分别都系86%，多数为平台界人数是徛在14%。也明看得出，多数为平台界市场方面，还系有众多新种的空间。可能在这些年有 TikTok 有抖音的演算的干扰之下，容易走向一个比较浅碟，但是重复性很高，让你很快的可以，甚至像 K-pop 这种还带有动作的，增加你记忆度的，客家歌曲的目前的状态比较不是这个样态，所以我觉得它比较不是这个串流平台上面受青睐的一方。调查结果初步出来，也看到讲，你客家音乐产业在台湾总体的音乐产业当中的比例，讲起来十分大。但是你係從正面看，就講發展的機會係十分大，所以你希望根據呢個調查結果，你對於客家音樂兩百年大業主流的音樂產業，有咗較清楚的方向。进一步针对贵界客家音乐作品实体总销售数，老苏为平台总点击量来看，2020年实体销售就15,870种。2020年系15,050种，数位点击率到2020年有146,500次，唔过到咧2020年，实春到咧128,500次。无论系实体销售，或系数位平台嘅点击数都减少。我觉得下降原因是因为，作品在这时候，大量的生成。就是说，我们虽然客语歌手还是在出，可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歌曲出的量更大。所以整个的分母加大了，所以分子就被稀释到更少的小数点之后。不过多数为传流平台按发展的时代，也还有众多内容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运用半度音乐产业界的条路后，抓住产业界方向，为大家注意到不能躺倒。张俊宪讲，客家音乐做得对呢，当年曲风，韩国当年创作来发展，大部分两面做得提高音乐市场界掌控力。下个新闻，请前辈前面去台北报道。